还是开放一些时间给现场的来宾提问，因为我相信在场有一些是清大不同系所老师，那也有从隔壁来的老师，然后还有不同的 NGO 服务的工作。所以我想刚就是伟杰他针对整个台湾的环境运动史，其实我觉得学到非常多，就是他怎么去整理过去的整个历史长河的脉络之外，他带一个不同的民间跟政府思维的博弈的这样的历程。那我觉得其实我想在场很多 NGO 工作者或者是说不同的背景的学生跟老师也学习到相当多。那刚刚其实有一些应该是，如果我想讲5个小时应该会讲不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很精彩丰富的故事，甚至一个个案都可以谈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妹妹嘎嘎，或者是说那个教授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或报纸上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所以在场来宾如果说有一些想要提问的，或许趁这个时间把握机会这样。对，不好意思，我很少第一个发言，不过因为我知道时间很少，那又那个，所以我就抢着那个李廷珍老师的那个位置哦，我是隔壁来的啦。然后那个我觉得你今天的演讲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而且我想对于就是年轻时代尤其热心想要那个就是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环境运动的那个，就是你最后提出的建议跟之前历史的教训，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那个我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是你的演讲让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当然没有办法那个在短时间之内讲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哦。可能我只要分享一件事情，然后提出一个不是质疑，只是我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个我觉得你在那个共有看到那个草根民族，就不会说那种草根的环境问题跟我在后进看到的非常的相似。那所以那个，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就是说听到，其实那不是我自己的乱想，也不是后进地方的人特别奇怪哈，就是就说你说你就是我去帮你，然后我去在你的场，我就希望说，那个未来你们可以来帮忙，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那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出于自私自利的那种，就是说隐蔽的那种想法，它其实可以借由这样子一个互惠跟相互帮助的方式，其实可以慢慢扩展成一个比较普世性的一种环境伦理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自己在片里面看到，那很高兴就是说共鸣是这样。那显然就是说这应该是台湾的那个草根社会一个那个就是一种普遍的伦理，而不是只是特例的。那不过那个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的我很喜欢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从 NIMBY 一直到最后就是不要在地球上，然后只是就是说从 NIMBY 怎么样变成那个 Not in anybody's yard。我在想就是说 NGO 的那个陪力NGO 的陪伴是非常重要，而且我想是需要的，但是我很怕陪力这个字哦。就是我不知道是谁去陪力谁，那而且那个不同的那个就是怀孕团体，可能对于所谓叫什么是陪力，然后怎么去做陪力，我觉得其实可能还要再细致化。那我自己看到的例子，我是会比较担心，就是说用陪力这个词，不如就是用相互学习哦。对，那那个可能这要也是 case by case， 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谢谢。我们是不是先多收集几个疑问之后再请回？那个今天的演讲 很精彩、很丰富，然后那最后提到这个历史长河跟分享，跟中国 NGO 这个东西哦，我想是一个我认为是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一种洞见哦。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台湾的运动界一直都没有传承哦，那包括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那好像新一代的运动者出来，那其实上一代很多运动包括的经验哦，还是中生代，反正已经很多代了，可是每一代好像都重新开始一样，那经验没办法传承哦，这是一个面向。还有国与国之间，比如说美跟中国之间的经验没办法分享哦，这个东西也是，其实很多经验都可以分享哦，这跟传承有一点相像，可是又不太一样、哦、所以啊，运动经验之间如何传承、哦、如果分享，这应该是整个运动界应该很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哦、那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去思考问题，没有去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每个运动
动者叫基本上都包括每个地方的，包括中国运动者还是重新开始哦。那台湾也是一样哦。我看到年轻，就是说钱都不行，就是钱都很可惜啦哦。那像这种运动间的传承跟分享，我不晓得要怎么更有制度来建立这个东西哦，让整个运动经验能够真正的一个细密绵延下来，能够一直累沉淀，一直累积，一直翻新哦。那汇合成大力量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东西哦。所以我想请啊，我也对这一点哦，关于传承跟分享一个历史它重的传承跟你的分享这个东西哦，啊，如果更做得更好哦，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哦，看有什么经验你可以来分享，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个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好。